各大橙子以外，使用者要竞拍的。下来这边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在哪边啊？在右边吧。所以就挖一格就好，挖一格就好。他们在右边，小心一点。这动静！而且我小地图上看到，好奇怪的东西，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哎，好像就有一是个，一个等等等等等，不对不对不方对，形的东西。我们有一个人在上面了，因为好像有一个怪物会瞬间移动的。哇，你干嘛啊？你们两个，我我记们得有都个怪下物。去，祥林你自己下去。那好，当我大叫的时候，你们就把我弄上去啊！等一下，当我大叫好的时了候，好了，你去吧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啊，原来在这里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要大叫吗？让我看仔细一点啊，先让我插一根火把。哦，远方就一个绿色怪物，非常远的地方，然后没有其他怪物啊。这声音好恐怖的！粉又来了，我没有看到其他怪物啊。哦，有啊有啊，好多有啊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刚刚被角落你卡看住天了。上飞的那个，天上飞的不是蝙蝠吗？蝙蝠难道是在地上走的吗？都在地上走啊，他们都在地上走啊。有一只苦力怕的样子啊，有一只苦力怕，还有一个绿色。哎，你们怎么挖开了？等一下，他们会不会走要上？提兵吗？要提兵哎，他们会走上来了。快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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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必要这样啊？等一下，填起来，填起来就好，填起来就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思索一个好方法。没有拿弓箭吗？哇，我有弓箭。我有八根箭矢，我有八根箭矢。哦，这边呢？一格，他们应该走不过来吧？一格一格的宽高度，还有。这么多怪物啊！我要看旁边有没有。外星人的地牢会不会这也算外星人地牢？会不会都是在那个彩色粘土下面有外星人地牢？不是吧？那我们可是上一下集面挖有矿苦力挖到了怕。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正上方也是彩色粘土？大，这样不是。出去，浪死！因为你还有三条杠嘛，两条杠的粉鱼，两条底杠的粉鱼。下一次如果大家看到它变他成这三里条底杠，很难上得来的，这里有瀑布的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哎，怎么大家都挤？可他们会炸啊！那赶快插一下，赶快插一下火把。哦，这里的话，他们没那么容易上来啊。还好有。好的，美呀，来让我升升级。让我升级才对吧？我一级啊，我看一下，烂天呐，泥！他们一直盯着我啊！哇，你不要这样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边能挖的东西挖一挖吧。哎，都好，是煤矿而已哦。那铁矿果然还是要去跟他们决一死战才可以了。那你去吧，还有三条杠。三条杗可以用。被我慢慢射死他，不要闹。我有八根箭矢，也丢给你了。哦，僵尸要来了，僵尸要来了，僵尸的攻击力就没有下面的那么高了。那我来这边砍一下他好了。但是你你不就要，可以你不用要被水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哎，那个要来了，小心小不心，那个，粉鱼快，粉谁鱼快谁走，粉鱼快走。谁谁谁，啊！不要！你快进来啊！是啊，你到底到哪里了？在这里躲起来，那卡卡怎么办？都封卡住了，哦，封住了，封住了。封那住在这边砍他们好了，哎，砍不到。哇塞，这边太夸张了。这声音在哪？啊，你在那哪个一紫带？色，还有那个紫色家伙也来了啦，全部都来哇塞！这要怎么办啊？我没有什么石头木头人。这要怎我么们能办？不能倒一桶岩浆在这里啊？然后他们走过来就被烧，走过来就被所烧。以我们这个要先装一个神奇宝贝模组，然后我们去抓那个背上是岩浆的，然后把不然我出去装岩浆，我手里有个桶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还有一个那桶，你去吧。给你，多装一些吧。
给我吧，给我吧，我丢出去，我跟他一起去，跟他一起，那我就来这边思索一下。走。喂，他们是随时随地刷新了两只狗哎。太黑了，啊？太黑了。哪里有岩浆啊？好像都被我们填起来了。这地是狱，水啊！地狱，去地狱，地狱就有了。哇塞！我去，有只狗上来啦！那个房子里好像有岩浆，我记得。我也记得是的。一格一格高，它过得来吗？难说，村民的房那子里。它是趴着，你说？对，它是趴着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我我在砍打它。没有，这个没有，那我就躺。是一定。它怎么燃烧了？是你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它怎么燃烧了？还是他会放火，它的特殊能力是它是会放火的啊，这更不能出去放石啊，头，放石头啊，放石头啊，放石头啊！不更要不能放，出去啊！等一更下，不能。好恐怖啊！这边。要不要我去看一下村民那里能不能买剑啊？然后买一点剑回来。哦，他把木你头，要他不把木把？头给烧了，他把木头给烧对，啊，换石头对啊！啊，换石我填头石啊，头快了，换我石换头石啊！头了，换石头填。我没石头啊，你我有快啊，填我有，吧。我有很多。哇塞，哪里有岩浆地啊？狱里我记得有一个。哦，要么去村上民面的呢？房子，那个没了，地狱里。我们那个头顶上没有岩浆。没没有，啊，我没记找得我到。刚刚路过一个地狱房里最子。容易找了。打个工。不行啊，太暗了，他们拼命刷。对啊。我们要不就挖一个就是圈，然后围着他们，然后继续放火吧，这样啊。天要黑吧。天又要黑了。我有有没有床。床？床都在身床上有啊。没有？啊，可是我好怪好，不能在怪物旁边睡觉啊，所以我们要去你上就学啊。挖远一点嘛。对呀，这我们里，这里可以过吗？来这边。你确定可以吗？哎，我操，还挖到铁。哎，可以。我已经躺那下，就睡了。我已经躺下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床放不出来。你的粉色军吓我一跳。哎，我卡了吗？我看那个卡卡还没躺啊，卡了，我卡了，点点点，不是吧？我看到你的点点点了，哦，我有卡一下，有鹰呀！饿要 TP 回来吗？还没事，我尽量。我们躺下粉鱼不躺有用吗？没有用吧？给，在地狱不能放床，地狱不能放床。有用的，有用的，有用的，快躺！有用的，我躺了，我好，感我也觉我躺了，躺了哈。我也躺了。你感哦，我觉你出躺来了？了，啊，掉了！啊，死，好吧，我从们醒来，地狱醒里来了，掉可以了。了，好吧。所以各位，我又要再回桌面一次他要回。哦，这边不行。啊，他们上不来啊，这边够高，他们上不来。够高吗？哎，结果我没有跳回桌面，我看一下啊？现在状况。哎，你，我插火把就回来啊！我怕小巴等一下射下你下去，你就哦，直接没命了。对，我们这一下去是绝对没命的。那别去啊！我们这一下去真的是完蛋。哇，地狱又进不去了，什么情况？卡吗？对，我也我们弄一滩水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如果要过来的话，不是要跨过一滩水，那速度很慢，我们就可以砍他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弄一滩岩浆不是更好？所以我在找岩浆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有一只绿色怪物冲上来了。哎，哦，我知道这绿色怪物是谁，就是那会放魔法了。
就是我在第0级用魔法把我打死的那个家伙。哎，你又想起来了。天哪，我觉得我到这里会死的。那你先回来吧。我不会提。各位，我刚刚跳回桌面了。就在这个怪物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跳回桌面了。你是不是死了？没有啊。没有。而且我砍得到他，然后他好像打不到我。哎，我砍死他了。死了。我报仇了。我报仇了，第零级的仇。然后其他的好像都上不来，他们好像上不来。哎，对，他们其他的上不来。我们是不是还有点机会的？有啊，他们上来的，慢慢的在上来了，上来的很慢。还有什么好对策没有？没有。看来就是只有岩浆对策了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岩浆，搞不好都烧不死的。烧不死，烧不死，就当一个道士在那里跳一跳嘛。太多了啊，这个数量。小僵尸也出来啊。哦，哎，有买剑的，我买点剑回来哈。好的。卡 bug 了吗？买了好多，果然卡 bug 了。什么 bug？ 就是全买来了吗？其实它不是有上限的吗？哦。刷新了它。你用什么东西买的？我点赞。绿宝石。好的。我很怀疑我们那几个绿宝石到底可以买多少。有50多个绿宝石好吗？好吗？好的。一个绿宝石可以买9根，而且19个煤可以换一个绿宝石。哎，我量它现在也上不来了。那你也不用这么、哦、上来了这么勇吧，我的。这个就挖掉了。他直接就下去了，江林。他是想快点完结掉了，我懂的。哎。哈哈哈！因为我还有3条杠可以用。好了，我买了。找到岩浆了。2组多的剑。啊，那个还是有 buff 哎，那个绿色的啊，还有 buff 啊，这怎么搞啊？那真的只能用岩浆把它搞死啦。到时候我们都卡死了，倒岩浆很卡。倒一桶的话可以吧？我把他们下面的地挖掉了，让他们跟我们的落差大一点。好，这个也挖掉，这样才有落差，他们就过不来了。哦天啊！不行，我就找到一桶就够了。打够了吗？一桶慢慢放。你再找一找，先不急。不是我觉得我会死的了，不然你过来看看。好的，那我去地狱支援你。好恐怖、哦，他们的声音，好卡啊！我想应该可以从我刚刚的这边放一桶岩浆下去啊，然后就等着他们被烧死就可以了。我先进地狱门吧，然后你 TP 我就回到地狱门那边再出来，这样会比较快吗？哇，刷的越来越多了。对耶，因为太黑了嘛，他完全没有上限的。哦，鞋。我在想，这样他们应该是上不来了。对了，你绝对上不来了。哦，粉鱼 TP 我吧，我到地狱了。没有，你就顺着路过来就行了。好多啊！天哪，像我们回去就会很麻烦呢。机车。
这边有很多岩浆啊。嗯，我们就在这边悠悠哉哉的看着他们在下面表演，然后我就在这边吃胡萝卜。哦，那个上不去是吧？办法下去。就等你们的岩浆来了，还是说？等岩浆就有一点，哇塞，下面怎么被炸成这样？哇，我们还是叠高去咬这一桶比较靠谱啊，飞。我们的神射手卡卡，哦，就叠高去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让岩浆流过来。挖点垫脚石。神射手卡卡，没见啦，我已经，我也没有啊，待会儿你就有了。我只剩几把，十几把可还剩以，十几把，没事，我我，待会儿给你，待会儿有3组多。快跑！刚刚好像一个苦力怕看到我，朝着我冲过来，快跑！我先打苦力怕之类的。我去，好多啊！哦，有的小白看我到才我火把也没什么用啊。了，嗯，我刚被小白射了一箭。然后他被水冲下去。绳子小心！咦，快跑！咦，好，这样没事了。不要这样。好了，嗯，然后稍微挡一下。那要从哪边挖上去小啊？吧，你那么准。我在这里了，等一下。嗯，好的。你好了就 TP 我下来吧，我先去门那边等你。我在和小白对色啊，小白死了。天哪！好，我到门这边了。这是什么策略啊？防护罩啊！啊，然后我这边我就掉不下去了，OK。然后一桶岩浆就可以从这边浇下去啊！大快人心是对的，大快人心，很大一块的人心吗？说得好。说得很冷才对吧？等鱼好了吗？没有哦，我还在找源头。我勒个擦！哎，卡有卡，这么远你把啊？怪物都引到你那边去了，他们都走上去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好知恐道。怖啊！他还那是边目前好像还是第我这边四，会安全一点啊，我最不安全。我这边，我想我大概被弓箭手射到，我也不会掉下去啊，这边还好。快哇 TP！快哦 TP！快，shit TP！快 shit，TP！哇快！shit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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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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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还有很迅等于速已的，经咬掉了，我很咬迅掉了速的在呀！打指令当好中。棒，不要 TP 我。他那个紫色的，他会把你的视角放大。他视角放的就是那个改变你的，哎，紫色的啊，哪一个紫色的？对，好了，就刚粉刚鱼那个，回来吧。是啊，就下面那个不是紫灵色犀那个，咬到了，不是灵犀嗯，怪，它你会没有改咬变到你的吗？那个，它那视角啊。不过他打你好像不疼。奇怪了，我去！那他到底？我那边是有个苦力怕，难道他们有攻击能力的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我想不上来啊！行，大成哥。想上来啊！你不要，你如那果你就被小回白来射吧，我到，看见下面好不像会还啊！比较好我被射到是看。往后退啊！我这边往后退的话，后面都是那个掉不下去的。小心，小心，shift，shift。也有哦，我这边封起钱来了，我的全部封起来了，我掉不下去了，再怎么样都不会掉下去了。不过我想还要再靠近他好，们一点吧，然后我在那个在前面一点的地方放岩你浆。再 TP 我下来，下面应该有岩浆了吧？哎，不对，这里好像还没有。内滩是收掉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咦，那你小心，小心！天啊！总之，各个方面都不大好，连岩浆都找不到。啊，哎，这里是楼梯啊！怎么全是火啊？你把桶给我吧，我下去，然后待会儿我 TP 你上来。你要小心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咦，桶呢？哦，来了。哦，这有一个 buff 在这里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然后你赶快下去，你赶快下去。挡起来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啊、下去，下去。那边有地狱堡垒。地狱堡垒先不要管。这些怪物比那个比烈焰人还可怕、啊。没有啊，烈那边是峰峰的老家嘛。哦，对了，他们是好朋友。算了吧，老乡见老乡，背后捅一下。哇塞，说烈焰人真的就出来了啦！大虫子啊，啊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地狱里也有那些怪物。啊啊！有，那里有一只狗在地上爬。那是也会在地狱生的、啊，会的。那玩什么啊？哦，哦，卡卡你在卖命呢、欸！我操，我很紧张，小白射到我，让我就直接挂了。我先往出口走啊。嗯，好的。然后打好 TP 我的指令。我们一定要，我们要设法把这边解决吗？在那边耗了这么久，还是解决一下。好吧，我看这边怪物好像都朝着卡卡过去啊。这啥呀？啊！你不是吧？我还没死啊！你行不行啊？不行了，有一个怪物，啊、然后不同世界无法传送啊，就一直追着我跑，然后小心小心小心，啊，果然还是不同世界，还是不无法传送的。哦，我终于咬到了，开心。哦，我们怎么上？堆上去吧。卡卡，你能不能去地狱门入口？我们我现在要过去了，可是我找不到上去的路啦。有多张上去，你不要往我这边走啊，混蛋，往回走。啊，找到路了，找到，哎，是这一条吗？好像是，原来不是。从这边上，对。我去，这是单人道，混蛋。啊？不会迷路的啊，这。啊？哪来的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。啊 ，OK， 我上来，我上来了。外面天快黑了，外面天快黑了。我们俩快睡吧。我看我怎么睡。我已经躺平了。我们。我要放床。啊！天哪！哇塞，真的怎么上去、啊？你不能休息啊！周围有怪物，滑蛋。那你就上去嘛，单行道吗？有一只恐龙在我旁边啦！啊，不行啊！救命啊！你往上挖啊！不行，你往上挖会被沙子压死。你把他 TP 过去，你把他 TP 到你那边去啊！粉鱼，我找到回去的路了。啊，跟我来。TP 你站好了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啊 ，TP 吧 ，Shift 按了。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Shift 好了。啊，好，你继续下去，我去拯救他们两个吧。